玩乐三分钟。哇塞，这里有好多好多商品啊，有火腿肠，有鲤鱼等等，可以把商品放过来，来称一称要多少钱。佩奇来了，打开冰箱看看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去超市买东西吧，佩奇。来到超市啦，给佩奇拿一辆购物车。佩奇拿了一条鲤鱼，一根胡萝卜，一瓶草莓酱，一根火腿肠，一瓶豆奶，一根法式面包。佩奇挑了好多东西啦，去买单吧。称一下豆奶，再看看要多少钱，然后称鲤鱼。要多少钱呢？称胡萝卜，看看多少钱。称草莓酱，也看看多少钱。称火腿肠，看看多少钱。最后称法式面包，多少钱呢？东西都称完了，刷卡买单了。佩奇现在要把东西都放进冰箱了，豆奶，草莓酱，法式面包，火腿肠，鲤鱼，还有胡萝卜，东西都装完了，佩奇可以去休息了。